我们为什么出现在这？我们要去吃一个港式的，对，港式的茶餐厅。因为 Elvin 肚子太饿，没办法运动。有吗？有，我肚子饿。我喜欢吃那个香港的那个通心粉的那个汤，它是用鸡汤煮那个意大利通心粉、通心面，很好吃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在六楼啊，主要拍这个是要记录我们停六楼。我们以前开小营的时候，常会那个不记得，很惨哎，一层一层看的，这一层崩溃，对，超远，从然后从三楼还是四楼就有，然后一路看到，好，先讲3652港式冰室，它有一个我最喜欢这个通心，对，这个通心粉就是我很喜欢的，你写错，你写汤了。对啊，它是汤的。哦，汤通心粉。对对对，就是它是泡在汤里面，然后有时候可以加一个蛋。哦，这个很好吃。这是火腿啊。对啊，火腿啊。他们有时候是午餐肉。最喜欢就是那个火腿午餐肉。对，这个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哦。然后我还有那个嘛，还有喜欢这个，还有干炒牛河嘛。嗯。然后还有，我们，好，反正等一下进去看。好。这个看起来很好吃。好。还有什么？这个。肉烧饭，猪肠粉呢？猪肠粉我觉得比较，对，可以普通。它主要是它如果很香的话，是它的这个酱，对，它的酱。还有什么？这个没有嘞。这看起来好厚哦，这花生酱，这感觉热量爆表。这个，反正我还蛮喜欢吃港式的。好，我们之前是吃那个嘛金丝，对，最喜欢金丝，可是它是在十楼。对。对啊，然后它冷气也蛮冷的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一间。好。好，我坐这旁边那个。那我坐这个。好啊。这个啊，一定要喝这个港式，一定要喝这个，就是柠檬。咸柠七。没有啊，这可乐。七什么七？我们刚点咸柠七啊。我点可乐。没有柠檬可乐，我没有点咸，因为我想说。我不吃酸。不是，因为它很咸哦。我帮你。我想说柠檬就好了，但是没有去管。好喝哎，没有啊，不用啊。看起来没有。很多人哎，又有人要来。对。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，你看这眼睛会反光，那要怎么办？没关系啊。可是隐形眼镜，我眼睛好痛。那不要，因为看不到很危险。好好喝哦，你要不要喝一点？好。喝。很普通，就是你最爱的口味。有爱什么都会变得就是心花怒放。你应该，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口味？对啊，可我后来好像被你感化，有克制。就没那么常喝啊。对。喝水喝茶都不错。好喝哦，好，我们等一下，我点的是那个干炒牛河，然后你是点那个牛肉面，对，你来嘞，是吗？这是我的吗？好像来了，好像有可能是我，期待，没想到你会肚子饿，谢谢，谢谢，我还以为我们可以先运动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打过你，这个是 ，Hello， 几位几位，干炒牛河。请问几位？两位。这边都可以修，都可以修。牛河，牛河最需要的就是它的锅气。它是需要稍微煎一下。几公分？你怎么要开始？谁先？哦，你先，你先。好，拜。好吧。我先拍。好。帮你。尴尬。吃一块肉看看，这是肉，可是它没有烧麦，我很想吃烧麦。嗯，腌的蛮香的，它是腌制的，我觉得可以。换我的。泡面，然后这个肉。你刚刚不是想吃一口肉吗？对，我刚刚先吃面。
很牛吗？有。如何？我怎么看你吃泡面很开心？嗯，还是肉的那个花生跟沙茶味很重，很好吃。嗯，但有一点点那个黑胡椒粒。然后就是它的配餐，这吐司上面应该奶油啊。这样。没有吃那么快。算是凉的，但它凉的。凉的没有热，但是它那个很酥。有啦，背面有啊，还有烤过。但很酸。你不是要配那个蛋上来吗？哦，是吗？可以放前面一点吗？感谢。这样子吗？嗯。但很好吃哎。看起来很油。等会不会再？会不会讲话？他是不是可以在锅边那样滑来滑去的那种？进口汤，我们那个组装的样子。我等一下吃一口你的，我再吃一口这个，这好吃。嗯。嗯，掉了。有哎，我发现我看得到镜头比较有安全感。比较算敢拍。嗯。看不到镜头没有安全感。我再吃一块肉好了。这汤真的浓。对，这个。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可以，那我可以吃来着。可以交换啊，交换画面比较好。好。拿起来。哎，我发现它这是铁碗，铁盘。是吗？嗯，它是好像铁的。哎，真的。发了吗？还是真的？没，真的铁的。我先吃面。你是河粉，你硬要说它是面粉，很 Q 哎，它有坚果的那种，骨够大。对。然后刚吃的肉。肉呢？它腌的很香。有啊。刚这边还有这种肉。好吃哦。嗯。换我吃。好，我吃一个这泡面啦。我是平时也是很克制，不能吃泡面的啦。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我闻到花生香嘞。嗯。我觉得这碗泡面灵魂应该是它的汤，我喝一口看看。很错，对吗？嗯。哦，很香哎。那我觉得你那个蛋是不是应该要放进来？那边吗？嗯。还有专门的。这样。它的蛋很漂亮。嗯。我帮你啊。感觉很开心哎，好啦，吃到一个美食就开心了。嗯，那我们就继续吃。嗯，吃完以后我们就会继续运动。嗯，我们要不要吃一下那个水晶饺？嗯，好。然后我们吃完啦，我觉得那个牛肉面可以点，牛肉面好吃。吃光光。我觉得牛肉面好吃，牛肉面可以点。哎，我先出。好，请走。拉拉拉，你帮我推，帮我拉一下。谢谢。我觉得牛肉面好吃，它那是沙爹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的是沙爹。沙爹牛好吃，而且它肉蛮多的。嗯。当然没有到一座山那么多。没有。对，不要那么苛刻好不好？170而已，还送你一片吐司。对。然后一个煎蛋，
炒煎的哦滑蛋，对滑蛋，你说的对，好吃。它是副餐啊，不是送啊，就是那个如果你点泡面系列的，它就会有一个对。续边的烤吐司，对，哎，这个是什么炸鸡吗？韩式炸鸡的感觉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吃一下那个水晶饺？要的。这是买一送一的，买一送一咖啡。然后，好过去。这是我生日蛋糕，这是他送我的，很开心吧？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他说季节限定，没有、啊、没有没有就算了、啊，就直接对嘴喝啊。这是季节限定，他说这是什么栗子，是不是？你刚拍到吗？嗯，有啊，有拍到啊，栗子的季节限定，我是一个很好。对，我帮你猜，这很重要，要猜得漂亮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已经拍了。切开。你哪国籍？这里光还可以，就不用开灯了。对，一口吃。嗯，可以耶，可以、哦，没有到很甜，是甜的，但不会。那寿星我有吃一口。我先吃。好好。好啊，你先吃。哎、欸，没拍到。可以不要喂来喂去吗？哦，对。对，它是淡的，嗯，有味道。但是那我要吃这上面这个，看起来像栗子，这个一定是栗子啊。哎、欸，很难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以你的那个稳定性 ，OK 的。嗯，很好吃哎，嗯，很甜，有点甜，有点甜，是那个蜜糖栗子。好吃，可以无糖咖啡，对，刚好两杯，买一送一真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继续把它吃掉啊，你应该很快就把它吃掉了，不要太快啦。对，它这个分层很特别，它这是有木薯。层次感很丰富，是好吃的哪一种？就这家。粉底水有。有，还有保温箱，还有。好。那我们要来一盒吧。好。老板，我们要来一盒水晶饺。对。你只做一盒，一盒什么？如果你早一点来的话，老板会在这里炒。这是一个机关，你借我过啊。好好。这里。这是一个机关，这下面其实可以炒那个内馅，很香。今天又炒啊！啊，今天也炒，那结束。幸好没有被买完。你们最大就是最大希望，就看这个保温的这里面还有没有。你受热的水晶饺吗？对。就是这里面还有，就还有得买啊。有啦有啦。对。不会啊，所以这样子还好啦。好。可以，现在这东西没有，就不想再喝。哦。今天早上。早上吗？就早上而已。哦，下午回来应该还会有。很健康哎、欸。老板现在已经走养生路线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啊，营业时间这里。这边120，变12块，以前是10块钱。对。但因为物价上涨了嘛，我们就在这边，就是这一家，我们就在这里。然后每个礼拜三的上午有休息。真好吃哦，它里面的笋子很大，然后肉也很大，来试试看。嗯，在那一个地方咬的。这边。它的内馅是这样。嗯。有拍到吗？要开灯。不用，因为现在外面光又很大了。对，现在光很大，算了，那不用，没差。好吃。以前我们都会买在车上吃，然后那时候疫情也很严重的时候，也是在车上吃。嗯，好吃吗？它的皮超 Q。真的吗？嗯。对，它的皮是很 Q 的那一种，然后它是猪肉跟笋子馅的。嗯。很香。对。都直接吃原味就可以。对。我拍到吗？然后我们都会买十个的话，就会装一个盒子。对。
好吃。以前我们最最辉煌的时期，就是可以一人吃一盒，对吧？最辉煌的时期，有点烫。然后这个垫子，好、哦，对，这样子，很 Q 哎、欸！你看它这个，这夹子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笋子很脆，然后肉馅可以吃到很香的那个肉味，可是我觉得它的馅没有以前那么多。嗯，要老实讲。对。但是它的味道真的很好。对。等下那个皮的精髓还在。嗯。就很 Q。皮真的很 Q。嗯。这应该算是台北我吃最好吃的水晶饺，就这家。对。这你买回家它还是好吃的。可是，诚如我刚刚说的，我们很没有拿回，没有很难拿回家。我们之前有比较疯狂拿回家。嗯。有。永来西门町一定要吃一下这个。好的。嗯，笋子好脆哦，好好吃哦。嗯，然后内馅很香，然后有一点点油葱酥的香气，很好吃。那我们就走，好。粮食补给算是大成功吗？对。那今天如果要建的话，是43天吗？还是42天？42天。哎，上次是，让我看一下，稍等。会不会是43？我看。不要在停车场看。好。嗯。刚刚要卡掉。就剔牙。这很需要剔牙。尽量。看一下哦。今天43。今天43天了。对。那我们大家就要见一下。对。来啊。我在这儿。哦哟。刚阳光在哪？这是我们第43天。对的。我们要加油啊！我们上个礼拜见的太少。对。但是我们都去拿去吃饭，吃的很多，还是要加油。对。今天认真啊。每次都很认真，没有摸鱼。有时候是没力气。没有力气真的不要硬做，会受伤。今天有吃饱饭，应该力气很多。对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拍一下我们的那个全身照。明天就可以那个买大创价。你先，然后调一个角度，一定要双下巴。好，认准双下巴。今天人有稍微多一些。我才4点。哦，对不起。没有啊，干嘛对不起？我超过了。那是你的位置。好。我们要拍一下。爸爸，第43天了。对，43。好，我们第43天结束。但我谢谢，我做了3个 ，Elvin 做4个，但是我没做一个多小时啊。有很认真吗？很认真哦。好，小心哦。好。千万不要去2楼，2楼现在很香，现在是吃饭时间。等一下。为什么？
我们要看大川要买什么。哦，对对对，明天我去买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不用管了，一楼还是有人。啊，可是这样很香哎。你先捏住鼻子。不要，这样显得明显，这样大家都知道我很贪吃。虽然我们刚好吃美食的。哦，这个侧，哎，这是侧杯的吗？谁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买那个勾手的。我们今天算大成功，我们做一个 ending 啊，然后我们再去逛大创。好，我们今天那个健身第43天大成功，拜拜，拜拜。